刚刚牛排，孕妇能吃吗？有没有机会？没有没有，不能吃。干什么啊？你现在不能喝酒，肚子里有孩子不知道啊？嗯，不是我想喝，是我肚子里的孩子想喝。胡闹！哎，对了，那你下个戏怎么打算的呀？我已经跟购片方谈好了，他们说现在许戏大火，如果我下部戏可以请到他的话，稳了。嗯。 江总，我可是给你提供了和顾良相处的机会，你是不是也改变一下自己的衣品啊？这样才能提高成功率。我品味有什么问题啊？太斯文，有点败类。你这样真的很难一夜进城啊。你这样也很难赢顾良，他从来不看人的外表。所以不就被你和顾素颜骗了吗？